第二天约完早餐不久，船抵达高雄。下船后，我们在指定地点集合，等待导游的安排。我们随后搭乘旅游巴士前往午餐地点。这家餐厅非常特别，提供的菜式美味独特。而且有很多拍照的机会。随后，我们前往了胜利星村，在那里停留了一段时间，品尝了一下雪糕。然后上车前往另一个景点 SKM Park， 这是一个 Outlet 购物中心。可惜时间有限，我们只停留了两个小时。之后到了晚餐时间，我们返回酒店。这次我们入住的是皇家金神大饭店。房间非常宽敞舒适，我在街上闲逛了一会儿。
喜欢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。